实大概他们会有的状况就是那些，就是只要有错都是别人的错。当然是你的问题，难道是我的问题？哦，没有没有没有，是我们的问题。还是你觉得我强词夺理了？没有，哎，怎么会？然后功劳全部都归给自己，或者是呢，永远都说你决定就好啦，看你咯。可是呢，最后其实他心里都有想要的想法，只是永远都不说。然后你说什么他都要打枪你。不然就是出尔反尔，明明已经讲好的事情，然后就好像没有发生过一样。不可能，你当我没有看过合约吗？我看过合约了，合约上面就真的没有有写。OK， bye。因为我听说蔡蔡是白痴公主饰演，所以我今天就抱着一种来蹂躏她的心情到现场。等一下如果正式 on 的时候，我希望我可以尽情的让蔡蔡做一些她这辈子都不会做的事情，她这辈子都不会做的事情。她这辈子都不会做的事情。哇，长那么大没有变过星星哦。为什么星星没有奶啊？星星放对，我对，都下垂了。你的奶又下垂哎，可以拯救一下你的还萎缩，对啊，你还萎缩，嗯。